据外媒报道， Lady Gaga 在今年早些时候与前未婚夫克里斯蒂安·卡里诺分手后，似乎又开始了新的恋情。周日，33岁的 Gaga 被拍到和37岁的音频工程师 Dan Houghton 在加州某餐厅共进早午餐。很多旁观者都称 Gaga 和 Houghton 不仅仅是朋友，他们在吃饭的时候还接吻了好几次。在一张照片中， Gaga 站着弯下腰去亲吻 Houghton， 而 Houghton 就坐在洛杉矶这家热门餐厅的桌子旁。对此网友也纷纷表示，真的话就祝福，期待专辑啊，期待新恋情，也期待新专辑， Gaga 幸福就好，祝福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